嗓音宽厚中带点沙哑，犹如雪中孤松，古朴苍劲。刘大人，没想到你们上海也有如此炉火纯青的老生啊，本官真是开了眼界了。张大人，这潘月桥可是沪上响当当的名角，新舞台的台柱。哦，自幼在京城学戏，16岁来上海，一炮走红。小小年纪，一年就有1600两包银，20年长红不衰。今天，本道台特地请张大人来新舞台看戏，以此庆贺张大人赴任江南制造局。多谢刘大人。哎，刘大人，不知本官可否与这位当红伶人，我来安排。小月桥，卸完妆跟我走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天为张大人接风洗尘，我们都应该多喝几杯才是啊。多谢各位，多谢张大人。潘老板，本官给你倒杯酒。本官再和你单独喝一个如何？好酒啊，好酒啊！想不到潘老板摘下胡须，却是一个如此英俊倜傥、玉面俊朗的妙人。嗯，哎呦！哎呦！放肆！本官跟你喝酒是看得起你。大人息怒。哎呀，月桥，你瞧你又喝多了啊！大人多多包涵。都怪他酒量太差，你看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快把他扶出去。哎，好好，小子，一介戏子还如此嚣张，不要脸的东西。同样是大清命官啊，戏里的向荣多么忠烈正直，可看看现实中那些当官的。你呀，最大的优点是活在戏中，最大的缺点也是活在戏中。我们毕竟是现实中人，完全不顾现实，不肯做一点妥协是不行的。月山兄难道忘了吗？忘了我们当时创办新舞台的初衷了吗？建一个专门听戏的剧院，让观众凭票入场，安安静静专心看戏，尊重我们伶人呐。可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尊重，还要供人玩赏？创办新舞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，那就是让上海滩能有一个舞台，让我们唱改良新戏。如果只会意气用事，不懂周旋，新舞台被封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啊！我们唱改良新戏，就是为了针砭时事啊。教化民众，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。结果背地里我们自己却虚与委蛇，同流合污。无正气如何唱老生啊？这样的戏不唱也罢。哎呀，英师兄，平叔兄，好久不见。请吧。请。这两年啊，也是同盟会最艰难的时期。徐锡麟和邱瑾同志被杀以后，
上海的革命力量也受到了严重削弱。两广、云南起义又屡屡受挫，所以孙中山先生命我从日本回到上海，让我务必在上海重整旗鼓，打开局面，争取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，为上海举义做准备。谢老板，林同学，哎，请吧，请。西武台经理夏雨深，台柱子老生潘玉娇，原本都是上海滩歌茶园响当当的名角啊，尤其是潘玉娇，武艺高强，为人仗义疏财，广交四方朋友，要是能争取到她必有大用。可是她的为人激进刚烈，办事不计后果，所以我就没有贸然发展她。哎，倒是这个戏院的经理夏月山，老臣吃重，有见识，已经是我们同盟会的人了。地图快点啊！夏老板，潘老板，有李先生，我给你们二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《中国公报》的陈其美先生，夏老板夏雨山，夏老板，请潘老板潘玉桥，潘老板，陈先生，幸会。小飞，上座。哎，二位请坐，请坐。哎呦，没想到潘老板这摘了胡子以后，居然是个英武潇洒、气宇轩昂的赵子龙啊！赵子龙七进七出，单骑救主，武艺超群，义薄云天，是潘某平生至为敬仰的名将啊。不过戏中的赵子龙，多为武生和武小生扮演，还轮不到我这个老生啊。哎，潘老板何须有此遗憾啊？潘老板这个刘备，那是苍凉悲怨。陈某听了，泪洒当场啊！哎，只可惜，一千多年过去了，仍未恢复汉室，实乃我辈心中之痛啊！大好河山落在腐败的清人手里，任由列强践踏，民不聊生，满目疮痍。长坂坡虽是千年旧事，但对我们这个时代，仍有一定的警示之意啊。陈先生说的何尝不是啊？所以我们新舞台虽然多唱改良戏，但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曲目也不能丢啊。我看既然大家谈得这么投机啊，今天就由我做东，咱们茶园一聚。略备薄酒，不成敬意啊！潘老板、夏老板，你们这戏唱的真是太好了，今日一见，如遇知音。齐美在这儿，先干为敬了。嗯，请，请，哥。哎，请来，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这不是陈老弟吗？耀哥，啊，好久不见。来来来，兄弟们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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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划拳高手，战胜了我好几次的陈其美啊。行，陈哥好，陈哥好，哎，兄弟们好，你们先坐着去。好。哎，小二，哎，我说陈老弟啊，难得一聚，要么咱们划一拳。耀哥，你看我今天有朋友在。不合适吧？他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这酒场即战场，那你要是不跟我划，那就证明你看不起我耀哥。您别说这个，来一句，来一句，来，来，哥俩，哥俩，好啊，六个六手啊，六六顺，七个巧啊，没，
你说了。来，继续。哥俩好啊，五魁首啊，六六顺呢，七六六顺啊，八动天呐，四个来财呀，五魁首啊，八个。先走一步。哎，潘老板，潘老板，哎，潘老板，岳桥，潘老板，岳桥，潘老板，他怎么都走了呀？不给我面子啊！夏老板，潘老板这是为何呀？哎，岳桥在茶园里唱了20年的戏，平日里最恨台下大声喧哗，不尊重台上伶人的茶客，这是当初他一定要创办新舞台的原因。潘老板性情刚烈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这种热血纲领，正是当下革命最需要的。岳山，明末遗恨已经排演得很好了，明天我们就上这出戏吧。还是再等等吧。这个戏的主角是崇祯，讲述的是明朝灭亡之恨，一不小心会被扣上反清复明的罪名。我明天去一趟苏州，等我从苏州回来，上下疏通好，再上不迟。咱们这出戏唱的就是明末贪官当道、民不聊生、所以亡国的故事，这怎么反倒还要打点那些贪官们呢？你又开始意气用事了，一定记住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啊！来，班长，哎，班长，今天我们不演这个，今天我们演《明末遗恨》。可是夏经理他没说。夏经理去苏州了，今天演什么，由我来决定。演得好，潘岳桥饰演的崇祯，表演亡国惨状，慷慨与悲愤，使观者同时感应，声泪俱下之余，亦唤醒民众久埋心中的民族意识，真良句也。写得太好，陈英士，大人请看。明末遗恨，以亡国之痛激励民情，揭露了明末官僚只图个人私利、不顾亡国的丑恶嘴脸，让人不禁联想起当局的腐败无能。这摆明是在鼓动反清复明。本官以为应该马上把主犯潘岳桥抓起来，还有这个写文章的陈英士也该抓。站住！站住！干什么？站住！给我把潘岳桥拿下！是。来，枪下来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请问我犯了哪一条王法？反清复明，莫逆大罪！拿下！是。来！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潘老板被抓进警察局了！什么？放了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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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先生，
潘老板，真是你啊！想不到上次不欢而散，今日却在这牢里相见了。上次真是怪月桥太过鲁莽。哎，陈先生凭的明末遗恨，里面有的道理，连我这个唱作的人都没有想得那么深。 是月桥误会了陈先生，如今又连累你坐牢，月桥真是太惭愧了。嘿嘿，潘老板，上次是我不好，今天能跟你一起坐牢，我也算是与有荣焉啊。你怎么还戴个髯口啊？ 哎呀，我们唱老生的这髯口戴上了，一辈子就摘不下来了。有时候感觉，它就像长在我的脸上一样，所以我没发现。都说潘老板你是个戏痴，今日一见果然这样啊！哎，我正好想问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坚持唱明末遗恨呢？我之所以坚持， 是为了能够让老百姓了解那段历史，现在中国能够识字和阅读的人寥寥无几。对于那些大多数不识字的人来说，他们的见识几乎都是从听戏得来的。潘老板的见识，我可是实感钦佩。久闻你为人豪爽，仗义疏财，帮助了不少贫苦百姓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？ 仅凭你一人之力，能帮助全天下的百姓吗？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？那该怎么做？铲除贪官，推翻腐败的大清国，实现强国之梦。强国之梦。 刘大人，一点小意思，不长敬意啊。刘大人，月桥是我们新舞台的台柱，一天不登台，我们的损失不小啊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啊？潘月桥该管束的时候就该管束。是是是，都怪我去了趟苏州，这不我连夜赶回来。大人，你是知道。 月桥，他就是脾气不知轻重。你们新舞台也得收敛一点，唱戏就唱戏，再搞那些邪魔歪道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面啊！是是，明末遗恨，我们一定不再唱了。那陈英士是在下的好友，一介书生，还望刘大人高抬贵手啊！ 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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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霸道，喂，刘大人，听说你放了潘月桥和陈英士啊？ 刘大人，你知不知道他俩犯的是谋逆大罪？怎么能随便放人呢？这要是在京城，杀头都可以了。一个戏子，一个书生，他们能闹出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张大人，现在局势越发的吃紧，您还是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江南制造局的武器制造上。啊，多制造些枪炮弹药。 有这些枪炮在我们手上，还怕他们唱破天去吗？我们江南制造局用不着你操心，岂有此理！英师兄，请坐。好。哎呀，你说你们俩上次在茶园不欢而散，倒是在牢里结成至交，成为朋友。太太。 那个和潘先生一起坐牢的是什么人呢？
这个人看起来可不大安分。哎，这段时间未必风头，我们可不能再唱明末遗恨了。那我们就唱《黑吉冤魂》。什么？黑吉冤魂？这是出什么戏啊？这也是控诉鸦片对老百姓的危害。妈的，什么黑鸡冤魂，连叫花子都敢在老子烟馆前唱两句，什么新舞台敢跟老子作对。李三在，带一帮弟兄去新舞台捧捧场。明白。兄弟们，给我砸！好，还把你给我撕了！是吧？是吧？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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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手！兄弟们，给我打！我们这出新戏唱的是鸦片害得人家破人亡的故事，我希望大家能够认清鸦片的危害，不再抽鸦片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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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希望能有一把大火，把全天下的烟馆都给我烧尽。你错了，根源不在烟馆，根源在于孱弱腐败的大清国呀。就因为清政府昏庸无能，才导致烟馆遍地。所以说，光让大家不抽鸦片，那是不行的。那英师兄，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？你还记得我在牢里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？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实现强国梦啊！我给你带了几本书，你看看。好。近几百年来，我们国民睡着，因为睡着，所以我们这几百年来文明退步，政治堕落，变成世界上顶弱顶平的国家。今天中国的安危存亡，全在国民睡还是醒。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就醒过来，有思想，有动作，那么中国的前途命运还是有很大希望的。我几乎一个晚上没睡，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。我小的时候在京城学戏，时逢四岁的光绪帝登基，我就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我想不明白，一个国家怎么能够让一个四岁的小孩管理。还有我痛恨的鸦片，我试图救助的贫苦百姓，还有我们邻人所受的不平等，实际上都是同一件事情。
都是源于这不公平的、可笑的、腐败的制度。月桥啊，你从小就有朦胧的革命意识啊。嗨，别提了，为了这个我还挨了师父一顿打呢。月山兄，平日里我总怪你太保守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可没想到你早就走在我的前面了。后来居上，月桥啊，你本来就比我强，说不定没几天你会把我甩得远远的。月桥，你为人忠烈，是革命急需之将才，加入我们吧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是不是还有人威胁新舞台？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啊？啊？没有的话，为什么你们每天一大早就聚在一起练舞？我们正在排演一出新戏，全是武戏，所以要抓紧练习啊！啊，没事啊，放心，走了。朝廷命我等一级戒备严加防范，我已经分别召回公共租界与法租界，要求他们选判探捕，在各轮船码头严密搜查，以防革命党人运送枪械军火。可恨的是，租界方面却表态说保持中立。这，哼！下官以为，守卫江南制造局势重中之重。大清最大的兵工厂若落入乱党手中，大清危矣。各位请放心，就凭乱党手中的几把刀枪，想攻下我江南制造局，犹如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。湖北兵变不日便会平定，其他各省各部均安分守己，请大家不要相信谣言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光复会的李谢和先生，他是黄兴先生之命来上海担任上海光复会的总干事。各位，现在形势渐危啊，战局对革命军非常的不利，武汉的革命军现在迫切地希望得到全国各地，尤其是江南和上海的大力声援，所以黄兴先生以为应当上海先动，苏杭应之。如果上海起义成功，那么清政府在长江的海军将失去依靠，江南制造局的武器也无法运抵武汉支援清兵，这样一来反而可以为我们所用。英雄所见略同啊，光复会和我们大家想到一块儿去了。驻沪亲兵一共分为四个部分。第一部分，上海市区、市南、闸北及各地的警察约有上千人。第二部分，江南制造局所属部队约有数百人。第三部分，吴淞口纪军标统黎天才，他也有数百人。第四部分，淞沪巡防营统领梁敦卓。
他手底下有三个营，2000多人，实力最强啊。梁敦卓手中相当于拥有上海一半的兵力，如果他与我们为敌，我们必将付出重大的牺牲，所以应该想办法争取到他。可惜梁敦卓非常的谨慎，已经闭门谢客一个多月了。梁敦卓是我的戏迷，我不妨可以试试看，我去拜访，这样至少他不会起疑心。报告大人，新舞台潘月桥求见。韩老板，他来有什么事儿呢？让他进来吧。梁统领，哟，潘老板，哟，稀客稀客呀！啊，今天是什么风把您这个名角给吹来了？潘某不请自来，还请梁统领恕罪呀。梁统领一个月没来我们新舞台看戏了，潘某甚为惦念呐。哎，这两天排了新戏，所以我特地来请梁统领到时抽空赏光的。都是的革命哪闹的啊，请坐。现在呀，整个上海是人心惶惶，流言四起。你说我还哪有什么心思听戏呀？哎，说不定听了我们这出新戏，就能为梁统领您排忧解烦了。这新戏讲的是什么呀？群英会。群英会，这不是出新戏吧？这老本的群英会我已经多年不唱了。这本群英会是发生在上海。你们先出去，把门给我带上。有话好说。群英会，梁某生平最看不起蒋干的为人，无才无德，还敢闯周瑜大营劝降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！啊！想不到潘老板今天也来我大营唱这一出，蒋干的下场，你不会不记得吧？你误会我了，这蒋干是丑角儿。我唱的是老生，我在群英会里从来唱的都是诸葛亮啊。诸葛亮去东吴不也是当说客的吗？诸葛亮说服东吴联手抗曹，是共襄盛举之事，这蒋干如何能比呀？你果然是革命党。我不是革命党，但我的确是受他们之托，还请梁统领允许我细说。不必了，朝廷有令，非常时期，凡与革命党有瓜葛者，格杀勿论。今天，我念在听你戏多年的份上，想要活命的话，马上给我离开。诸葛亮只身去东吴，本就做好一去不回的准备，潘某又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潘月桥。我看你是唱戏唱疯了啊！你真把自己当诸葛亮了。我数三下，你再不走，你休怪我枪子儿无情。一、二、三，不，过来！啊，没事。擦枪走火了，都出去吧！啊，出去，出去，门关上。潘老板，
擦擦汗吧。明明怕成这样还不走，我算你有种。潘某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话是一定要带到的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过就是革命党想在上海造反，又怕我手上的兵。潘老板，我倒是想听听，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真打起仗来，上海的百姓何其无辜啊！你少给我扯百姓，我梁某一生在刀尖上舔血，我不吃这一套。自古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大清气数已尽，大胆！实非我信口雌黄，就眼前的局势来看，我听说上海革命党已有数万人，炸弹枪炮不计其数，如果真要打起仗来，朝廷未必能胜，而且英租界已经表明严守中立的态度，您的堂兄梁敦彦也是驻英公使，这想必您不会不知道。梁同明手中的2000士兵都是您自己一手带出来的，如果真要打起来，损兵折将在所难免。就算朝廷不倒，您手中无兵，将来这统领之位能不能保住，也难说得很呐。潘老板，听你说出这番话来，谁能相信你是个戏子啊？我斗胆一句，其实梁统领心中早有中立的打算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刚才也是在赌，赌梁统领绝不会杀我，要不然你前面也不会把警卫给支开。想不到潘老板如此胆识啊！啊，不枉我喜欢听你的戏。我梁某确实不想与革命党为敌，只要他们不在我管辖的区域内闹事儿，我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。太好了！他们还说，大汉将兴，若统领能够共携手，就更好了。等到他们成功后，再来共图携手吧。这次就不必了。我把话说清楚，若不成功，将来朝廷要我倾诉革命党，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。梁敦卓已经表明态度，吴淞炮台总台官江国良，纪军统筹黎天才，海军舰长林建章马上表明态度，不反对起义。太好了，经过大家一致决定，我们把起义的日期定为后天，11月3日，也就是农历9月13。大家过来看地图，我们的攻击目标非常的明确，主要分为3个地方。第一，占领和控制江南制造局；第二，策反吴淞和闸北的湘军系列军警，控制吴淞要塞，封锁黄浦江、长江航道；第三，占领上海老城，攻打上海道台衙门。这三路以江南制造局最为艰巨啊。总办张士诚态度十分强悍，曾多次表示坚决不投降。我们灵界敢死队便奔赴江南制造局。灵界敢死队还是负责老城区吧，江南制造局由我们同盟会敢死队负责。好，那同盟会敢死队就负责攻打江南制造局，商团和灵界敢死队一道拿下上海老城，光复会负责拿下吴淞和闸北，三方联合同时起事。我听说他们理发业敢死队全都把头剃光了，还身怀着把剃刀以死明志，咱们是不是也该有一个可以代表我们梨园的统一标志？你这个提议好啊，我们唱戏的就穿戏服吧。你还记不记得
上次我们穿着戏服和烟款地痞在街头大战的那一次，这百姓都在我们大戏好，说不定这是我们在世上演的最后一出戏，那我们更要演得慷慨悲扬，唱念作打，样样俱佳。好，从小学戏，师父就说过，咱们唱老生的，只要把染口戴上，就再也摘不下来。如果这次不能活着回来，黄泉路上拿出来戴上，也算有始有终。啊，我也戴上。到时候，就算喝了孟婆汤，凭着染口，你我兄弟也好相认。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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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们所有的妻女都会被他白色小票。每个人都记住，咱们下午4点去火卫号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想造反啊？韩青，说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局长，我冤枉，我跟汪队长素来不和，他这是栽赃陷害。少废话，我都看见了。局长，我有证据。证据呢？白处长呢？什么白处长、黑处长？陈汉京，我警告你，赶紧把白处长叫出来，不然我毙你！够了。别闹了，把枪放下！局长，你不相信我？把枪放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韩琦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姚局长，加入我们吧。韩琦，人格有志，不能强求。革命。我还没有准备好，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想多说。看在我平日待你不薄的份上，希望你不要为难我，我也不想与你们为敌。这个禁军以后就是你们的了，告辞。喂，什么？知道了，什么情况？闸北巡警总局出了意外，陈汉卿已经率巡警提前起事，占领了巡警总局。看来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通知各路义士，提前起义。报大人，闸北吴淞宝山全部失守，还有浦东的护军巡防营、巡防水师、吴淞炮台的守军全部一齐了。什么？报，南泉西城已被占领。就是些饭桶。报，两江总督张大人急电，快念。上海革命起事，商团进叛，已向南京、松江两地进兵，务必坚持到底。无论革命党、商团、擒获者，全数正法。大人，援兵马上到，我们有救了。有救个屁！他张仁俊头上还悬着一把刀呢。据我所知，他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南京第九镇新军徐少贞叛变，哪里有救兵给我们呢？报，不好了！城门大道已被叛变警察全面控制，叛军快逼到大门外了。什么？大人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事不宜迟，你可先往租界的洋务局躲避一下为好。Thank you.
我们的攻击目标非常的明确，大清气数已尽。想不到占领上海老区和整个闸北，全城竟然只放了一枪，而这一枪还是清廷的暗探方的。不，我们走到将来之作就得强烈抵抗，伤亡惨重，岂给得许牺牲？陈司令被俘，什么？将来之作就久攻不下，陈司令眼看着许某纷纷倒下。 决定冒充名利报记者，只身进入，与张世恒谈判。不想张世恒却识破了陈司令身份，刚一进门就被绑了。叶师兄，集合全体队伍，赶往江南制造局。快，跟上！上！上！ 张大人，刘道台已经不战而退，逃往了租界。整个上海滩已掌握在我们革命军手中。你们江南制造局现在是孤岛一座，再抵抗也毫无意义。江南制造局是我大清军队的命脉。我张某人生是大清的臣，死是大清的鬼，绝不投降。 快放人！放人！在下面喊叫的那不就是潘月桥吗？唱腔倒是十足啊！一介戏子也来凑热闹啊！就凭你们这些乌合之众，也想来推翻我大清朝，做梦！程世恒，我跟你拼了！哎，不能硬来！你们都给我听好了。 要想此人活命，就马上给我退走，否则休怪我刀剑无情。慢，刀下留人！在还民之际，撤吧，不能撤。月桥，从长计议。从长计，我们撤。快！ 这都已经半天过去了，张世恒还是不肯帮殷世兄，这该怎么办？别急，这个张世恒要与殷世兄为仇嘛，所以他的性命暂时无虞，不用担心。但是，不能再这样交灼下去了。现在，各商团分区驻防维护治安。是。许多民众甚至不知有变，上海秩序尚未稳定，但是如果制造局的战事再拖延下去，他恐怕人心动荡啊。现在几点了？
真的是攻不进的铜墙铁壁吧？刚才我在墙头上看到一堆木箱子，估计是用来装弹药的。木箱吗？叶小怪说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岳山，还记不记得我们平时在舞台上常演诸葛亮用火攻赢了赤壁之战吗？现在就是我们用火攻的时候了。”好。 是冉口在保佑我，没事了，顾他。是，肯定是老总在保佑我。走吧，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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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这个张大人，到底是不想做大清的鬼啊？喂，不错，进来。博士。哎呦，月桥啊，你这腿怎么样了呀？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。 最近一直忙着筹备都督府的事儿，也没时间去看你，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快好了。啊，丁师兄。<笑>
现在得称呼你为陈都督了。对了，李谢和兄去哪里了？啊，他呀，带着光复军西援武昌去了。来喝水。月桥啊，都说主妇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我现在真是体会到其中的滋味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苦味啊。军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，一方面，我们得扩充民军，我们得支援长江诸省的光复，准备北伐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还得维护上海本部的经济民生，维护社会安定。你猜猜，一天光军饷要多少钱？3万块还是现大洋？财政几近枯竭，李平叔是个财政部长，现在正组织那些商团士绅捐款呢。月桥个人愿意出10000元大洋，阅尽民薄之力，而且我们新舞台还能为革命军举办募款义演。听说了吧？票将的这人还好，被渔民看到了，救上来了，要不然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听说是东北来的革命党，叫蓝天卫，来上海筹饷和武器，来了好多天，一无所获，这才想不开跳江的。这个人现在在哪儿？好像在江边的一个渔民家里。惭愧，惭愧呀！我本是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，为响应武昌起义，与张绍曾、吴禄贞打算在奉天独立，不想消息被泄露，吴禄贞被袁世凯杀害，我逃出奉天，打算来上海筹款，不想有心无力，报国无门呐！先喝点水。这不敢当啊，不敢当了。哎，数目不多，还望蓝兄见谅。潘老板，你我素昧平生，如此慷慨解囊，实在愧不敢当啊！哎，蓝兄哪里话？所谓英雄失志，义士赠金，这在我们的戏文里头是再平常不过的故事。更何况，我们还是战友。如果中华大地尽是潘兄这样的爱国意识，我相信咱们的革命一定会继续下去，而且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。月桥啊，你变卖家产资助蓝天卫的事儿可是传到南京了，大总统听了以后极为赞赏，认为你是胸怀无私、有勇有谋，是国家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啊。孙总统过奖了，月桥如何敢当啊？月桥，如果我想让你来帮我，你愿意吗？当然，只要英师兄一句话，月桥随时愿效犬马之劳。我想让你来护军，担任调查部长。什么？光复成功以后，清政府留下一个烂摊子，百废待兴。
而我们的队伍却不像革命前那么团结了，大家各有各的算盘。所以，我现在急需一个有威望而又胸怀无私的人担任这个部长。想来想去，恐怕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人选了。怎么样，来做一个真正的少将，真实的赵子龙啊？当然，这样一来你就不得不离开你心爱的舞台，以后不能再唱戏了。凌人当将军，我活这么大还没听说过呢。李元昊这么多年恐怕也是第一次吧。啊，可是要说当将军，还是岳山兄比我有资格呀。哎，我们俩历来分工默契，我擅长处理琐碎事务，你擅长冲锋陷阵，所以呢，这个戏院经理我当，敢死队队长你当，现在也一样，你管理好革命军，我打理好新舞台，革命不就是为了大家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吗？将来彻底胜利了，和平了，大家伙还是回来听戏的嘛。可你也说过，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活在戏中。你说戏文里头中间分明，戏里的将相好当啊。也许我无法胜任一个真正的将军。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？常山赵子龙，七进常反破，最后不也兵败凤鸣山吗？但是有谁敢说他不是一等一的名将？世世代代人们敬他重他，我们李彦航一遍遍的演他，不是因为他是常胜将军，而是他的忠肝义胆值得我们一辈辈记下去。世间成败难逃天命，只要是不丢了正气，就是一个真正的将军。幸会。来来，继续继续继续，来来来，死死了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走过来给他们啊，来来来，第一次，哎，死，怎么样？哎，可以，可以。长官，哎，小黄，来了来了，张部长啊，很香啊，走走走，想我了没有啊？想啊，走走走。进。请都督批准。这是。潘元强，你压榨弟兄们的经费就算了。你居然柴员外缠到老子头上，老子今天要让你好看！全国起事，军饷奇缺，你们还拿着军饷去花街柳巷挥霍，不才不足以彰军纪。攻打制造局，老子也有功劳，老子一路出生入死。群花奔流的是老子应得的，
攻打制造局，光复上海，是为了我们自己升官享乐的吗？你少在那跟我装作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。我问你，不为了升官发财，那陈其美，他为什么争夺上海都督的宝座？胡说！不许你污蔑陈都督。光复上海，陈其美屁都没放就被抓了。开会选举都督的时候。 大会一致公认为光复会的李谢和是最佳人选。陈其美，他却利用青帮的弟兄们，大闹会场，夺取都督的位置。这还不够，他居然还派人到上海吴淞车站去刺杀李谢和，想要把他赶离上海。他想要一个人独吞胜利的果实。你要是有本事的话，你把陈其美也给我辞了。胡说八道，一派胡言。 全城都传遍了，你居然还什么都不知道。也对，你一个戏子，你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可以对我潘月桥个人不满，但是绝不容许你侮辱林人和都督。陈都督，记得我问过你。 李谢和兄去哪儿了？你当时和我说他带着光复军去援助武昌的。是啊，可他们手里和李谢和抢都督，你派人在吴淞车站刺杀，击毙了李谢和的士兵，逼他离开上海，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？有些事情是为了革命需要。 就比如说，刘备借了荆州不还，表面上看是无赖之举，实际上是为了大汉江山。你明白吗？孙权割据江东，占地为王，并无复兴汉室之意。而陈都督和李谢和是共举革命大旗、出生入死的战友啊，怎么能与借荆州和为一谈？ 哎呀，我呀，我呀，在你月桥面前掉戏文呐，我真是有点班门弄斧了。这件事情错综复杂，你不要想多了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我还有会要开，走了。都督，站住！别动！都督，快走！快走！ 站住！站住！打开！什么？潘厅长不肯通融？ 老板，我查过了，这个潘月桥是陈都督的心腹，那可是出了名的硬骨头，简直就是一根筋。当了没几个月的调查部部长，就得罪了一大帮人，结果陈都督就把他调到了湖北的铁道部当旅长去避风头。谁知道这小子还是一样，臭脾气不改，实在没办法待不下去了，陈都督又把他调回咱们上海，还当上了咱们水上警察厅的厅长。这个潘月桥。 一个戏子，以为他身上穿上军装就变成龙了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胳膊粗，还是我的大腿粗？放行，以后不许再拦截鸦片，为什么呀？鸦片是上海青帮的生意，青帮是上海光复的重要力量，可你也说过。 鸦片的根源在于制度的腐败，推翻了清朝就可以根治鸦片的问题。现在倒好，赶走了大清官员，卖鸦片的反倒成了战友。现在革命军中有不少兄弟都在抽鸦片呢，长此以往怎么可以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你怎么就是想不明白这么死脑筋呢？干革命讲的是轻重缓急，现在什么最重要？ 拿下全国，鸦片的事儿
以后慢慢再议不迟。我上。完了你了！你是公然向我这个都督抗议吗？月桥不敢。你还是那个无论什么时候都愿意追随我的赵子龙吗？赵子龙忠于人，更忠于事，一生只做忠义之事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忠不义？来人！把枪给我下了，拉下去，关进去。这个监训统领是管什么的？这个我也弄不清楚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人家也是当官的，可成天的金山银山的往家里搬。可咱们潘老板，这什么调查部长、铁路旅长、水上警察厅厅长，现在又是什么统领？官倒是换了不少，人啊也得罪了一大片，连监禁都关了，但是一两俸禄也没拿回来，还倒贴了不少钱。什么将军啊，我看还不如当角儿呢。潘老板总是说他们革命是为了老百姓，可依我看啊，这革命不过就是剪了辫子换了一批人当官，跟我们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孙总统要让位给袁世凯，这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我不日就要随孙总统进京，上海都督将由袁世凯的心腹接任。我想不通啊！你想不通的多了。孙总统也是为了大局着想。虽说孙总统光明磊落，但哪有刘备为了兴复汉室，将地位让给曹操的道理啊？这件事情无论怎么想，我都觉得是不对的。都督还是劝孙总统改变主意吧。月桥啊，你也不能总用戏文来理解现实，你知道吗？一千多年前的三国跟现在的中华民国能一样吗？一千多年来每朝每代的兴亡何其相似，这些戏文能够传承下来自然有它的道理。袁世凯他是什么人？当年戊戌变法，他两面三刀，天下皆知，这种人怎么能够相信？难道都督忘记了袁世凯他杀了多少同盟会的兄弟啊？
现在国内外形势太复杂了，袁世凯手上有强大的北洋军，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莫非都督也已经忘记了当初革命的初衷了吗？你说什么？都督说，革命是为了中国百姓。可是现在，就连我家的老妈子都说，这场革命除了换了一批人当官，其他的和老百姓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试问，都督刺杀李谢和和青帮为伍，甚至留恋花街柳巷，这都是为了百姓吗？现在还把政权交给袁世凯，你怎么对得起死难的兄弟？难道当初你说的话都是哄人的吗？潘月桥，你放肆！哄人？哄人我会不顾生死，只身进江南制造局吗？你别以为你曾经救过我，就有条件这么跟我说话。这一生，我只被人用枪顶过两次脑袋。第一次是说服梁统领，没有想到这一次用枪指着我的居然是都督。你干什么？月曹，自从参加革命以来，无论遇到多少困难，我都能坚持下来，为的就是想给我们伶人争口气。而且我也愿意相信孙总统和英师兄，但所谓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月桥绝不愿做清廷官员的手下。告辞。月桥，你回来。回来。回来。吃老师的话啊，这个作为一个好朋友，进去要听先生的话，好好念书啊。啊，知道了，去吧。娘，再见。这潘先生真是一出接着一出，好不容易这不务当官回来唱戏，就自掏腰包，说念什么小学。所有伶人的孩子啊，都能免费来上学。这将来得花多少钱啊？我也想开了，只要他不参与那些打打杀杀，一家人平平安安的，散点钱没关系，这也是做善事嘛。啊，举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咱们以后的忧国忧民，还是从帮助我们伶人自己的孩子做起吧。没错，我们这代伶人从小进戏班，书读得少，见识也不够。将来中国的希望，还是要在这些孩子的身上。现在我们没能想明白的事，没能做好的事，等他们这一代都长大了，说不定就都想明白了。
我能进去吗？哦。什么？哎，先生。月桥。你说的真是太对了，袁世凯真的是狼子野心。孙先生已经从日本回到了上海，准备讨伐袁世凯。太太，哎呀，那个人又出现了，我看这日子恐怕又要不太平了。哪个人啊？就是当年跟先生一起坐牢的那个戴眼镜的。革命成功以后，党内意见不统一，同盟会、光复会涣散不齐心，就连月桥，你这样的中立之士，都受到了排挤，这才造成了今天这种局面。从前你对我的失望，应该的。其实我今天来，就是特意向你登门道歉来了，应是有愧。就连诸葛亮，也有大意失荆州的时候。事已至此，英师兄不必太过自责。那英师就此告辞了。哎，林师兄，如果革命还有需要我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你还愿意追随孙先生和我？坐下说。月桥不但忠士，也忠人。像阿斗那样的人物，为了一个忠字，诸葛亮、赵子龙尚且鞠躬尽瘁，一生辅佐，更何况孙先生这样的民主。月桥，你光风霁月，我不如你。我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今天除了跟你道歉以外，还真的是有一事相求，请讲。孙先生命我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，但是现在讨袁革命军军饷稀缺，所以我还是想请新舞台助一臂之力。现在在袁世凯的高压之下，新舞台要像从前那样公开一眼筹资，那是不可能了。月桥，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死也不同意！你把家产都变卖了，我和孩子以后可怎么活呢？我不同意，我绝不同意！哎。潘老板，您这图的什么？您到底图的什么呀？你们回去吧。哎呀，潘老板，潘老板，潘老板！20万两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是如何筹到的？我自有办法。林师兄，请让我加入讨袁军吧。我要把江南制造局再夺回来。月桥，你肩上另有重任。现在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，
我想让你到常熟去，领导常熟的讨袁世英。等到上海胜利，你马上降营。好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等上海传来胜利的消息，我们立刻响应。啊，潘队长，潘队长，上海如何？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失败，孙总统和陈司令已经逃往日本。听说潘队长您捐献了全部家产给讨袁军，现在袁世凯悬赏50,000抓捕您呢。什么？快跑！有人告密，官兵已朝我们追杀过来了。大家从后面走，我断后。走吧。好。这是你娘留给你的遗物，就剩下这一只了。当真你要把它当了啊？不能当。要当，就当这个。潘老板，这是什么呀？不行，从上海逃出来。仓促之间，只来得及拿这些，这是你唯一的行头了，绝对不行。我现在到处被通缉，我这一生还有机会再登台吗？当了，神放在身边。潘老板，再难，吃饭的家伙不能当啊。我去当，当了一了百了。不同意，玉强，我绝对不同意。你找谁啊？请问这是潘老板家吗？没有没有，你找错了，这里没有潘老板，我们姓蔡。哎，你干嘛你？蓝天卫，潘老板，潘兄，委屈你了。我现在到处被通缉，所以我只能躲在这个地方。我正是为此事而来。潘兄，你的通缉令被撤销了。什么？听说当年你被孙总统任命为关外大都督，烟台关外两路北伐军总司令，一路大捷，战功赫赫，真是为你高兴啊。说来话长，潘兄有所不知，当年正值南北议和高程，袁世凯趁机窃取政权。我接到临时政府陆军部的电报，指令北伐军停止进军，撤回烟台，等候改编。这眼看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化为泡影，遂向临时政府提出辞呈，回到南方，客居护航。后来，唐绍仪组阁任命我为海军总长，但是我拒绝在原政府中担任任何官职，于是便出国游历，辗转日本、欧洲各国。你我果然是知音呐！在国外听到潘兄有难，这才回来。原政府中我还是有不少关系，经过上下奔走，总算是把潘兄的通缉令撤销了。多谢蓝兄。对了，这是我和夏月山、夏老板他们凑合的，请潘兄笑纳。这不行，我不能收。英雄失志，义士赠金，潘兄又何必拘泥呢？哼，想不到你我还有把戏文这样续写的一天。对了，
夏老板说了，新舞台还留着你的戏服，盼望着你能早日回到上海。兰兄，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，当年筹不到军饷的你，还会跳入江中吗？会的，应该会吧。你呢？还会变卖全部家财吗？将来人们会相信吗？相信我们为了强国之梦，曾经做出这样不可理喻的事情？会相信的，就像我们相信一千多年前的赵子龙，义无反顾，七进七出长坂坡。上海了，我们就在这乡间置上几亩薄田，偶尔我唱唱戏，安稳的过完这下半生吧。潘先生，你这一身的梨园功夫可真是了不得，您瞧您的唱腔，那简直是太棒了。哪里哪里，哎呀，在咱们这个小地方啊，还真是有点可惜了。哎，你没想着要到上海滩去闯一闯吗？说不定你都能成一个名角。您过奖了，我一个没有见识的乡下人，这去上海，这恐怕连路都认不了。哎呦，你可太谦虚了。这个报纸啊，是我一个侄儿前两天从上海捎回来的。潘越桥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梨园出来的将军，他还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戏曲专业舞台，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伶界联合会，修建了中国第一个艺人子弟学校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潘越桥：潘先生不避艰险，不顾身家，为革命奋斗的精神替戏剧界树立了好榜样，值得我们钦佩。